慢点。您先下来好不好？上面太危险了，您先下来。这别急别急，马上，小何总，马上。王薇薇，下来。何总，您终于来了。爸爸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在工作。我当然知道你的三大原则：小宝生气就要道歉，小宝需要就得出现，小宝想要就得实现。但是现在不可能。把医生给我叫过来。何总，刚走了急，忘了告诉你，科扎克医生已经在十分钟之前提出了辞职。他说小宝这种情况，他随时可能患心脏病，所以他说命比钱，那就找其他的医生过来。我们一直在找医生，平均三天走一个，科扎克医生已经算是时间最长的一个，好歹也坚持了10天。我要听的不是这个，去想办法。贺总，研发部的徐总还在等您开会，另外晚上的颁奖礼之前还有一个直播，我们必须得出发了。何薇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从不哄人，你要闹就闹，把办公室拆了都可以，我的时间是用来工作的，不是围着你转。不是，何总，那小宝怎么办？我可 hold 不住他呀，如果让我照顾他，可能下一个跳楼的就是我。给小何总备车。是。爱奇艺 Tubeless 里邦我的地当的在